院卫生署长王金茂，环境清洁处长张静源，台北卫生局长王耀东已经今天分别到师大、台大查看饮食店和摊贩的卫生情况。由于行政院蒋院长重视大学生的膳食，而大学生患肝病的人也很多，台北卫生局特别租赁各学校附近饮食摊，要改善环境卫生。因为王署长一行对部分饮食摊贩按规定改善表示满意，同时也劝导改进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。